大家好，今天这盘棋是1964年由日本读卖新闻举办的第三期名人战当中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吴清源和藤泽鹏宅。这是吴清源的名局，从这一盘棋上就能体现出吴清源他追求围棋完美的这种境界，超越了胜负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藤泽鹏宅执黑先行，白棋吴清源，黑棋单关手角，白棋大飞手角。在那个时候，吴清源就已经意识到大飞手角比小飞手角要好，也非常符合现在人工智能的这种理论。黑棋挂角，白棋二尖高架，普通白棋是小飞。实战，吴清源走了一个大飞，黑棋二路小飞，白棋拆尖，左下角是一个孤岛的定式。黑棋拆边以后，白棋挂角，黑棋小飞，白棋拆尖。那么下一步，黑棋就开始追究白棋大飞的这个缺陷，打入。那么对待这个打入，白棋普通可以从上方压住，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挡住黑棋。如果白棋从上方压，黑棋顶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扳，白棋一拐。那么黑棋这个角非常完整，黑棋也可以满意。实战，吴清源从这个方向挡住黑棋，黑棋没有往上贴，不愿意被白棋扳桌子头。那么这个棋形，黑棋需要二路扳，白棋扳住以后，黑棋一虎，下一步白棋往里面一长，这一招棋非常舒服。紧接着，白棋要封锁黑棋。黑棋如果爬的话，白棋在这一带补棋，白棋的外势啊非常完整。如果黑棋断，白棋从上方先打吃，黑棋长的时候，白棋二路爬，黑棋往外拐，白棋还要紧住黑棋的气。黑棋再拐，白棋呢再从这个地方挤上去。黑棋这个角上始终啊还欠了一手棋，这是白棋可战的一个局面。于是，当白棋挡住以后，黑棋没有贴起来，先二路扳，也是希望白棋走这个拐。黑棋再一顶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呢再二路扳过，黑棋这个实地还是非常扎实。那么实战吴清源没有选择这个拐，而是呢走了这个小飞，就是要坚决的走到刚才那个非常舒服的那一招长。那么白棋飞到这里以后，黑棋在这一带没有什么好棋可下，于是呢黑棋只有往上冲，给白棋制造断点，白棋再挡住。那么白棋呢，也就还原了刚才这个场。黑棋一虎，这是白棋扳下去，白棋已经可以满意。但是呢，吴清源从这个地方挤了一个，下一步要威胁黑棋这个断点。那么作为黑棋来讲，也不肯在这一带补棋，再被白棋扳下来的话，那么白棋外势非常完整。于是，藤泽鹏宅选择反击，从这个地方飞了出去。白棋先虎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呢从这个地方打吃黑棋，黑棋粘住。那么下招棋，白棋还不能从这个地方退回去，因为黑棋在这里有一个断。那么在这个角上，白棋也吃不住黑棋，
反而被黑棋端在这一带的白棋气比较紧，这两个白棋呢往外逃也非常困难。于是，在这个地方，吴清源先挡了下去，威胁黑棋这个角，黑棋打吃白棋。下一步，白棋就要考虑补掉这个断点，白棋压住黑棋，黑棋一顶，白棋挡住，黑棋二路搬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二路一爬。下着棋，白棋从这个地方再挡住。那么双方开局在下方形成一个转换，黑棋获取实地，白棋呢获取外势。那么白棋这个外势非常宽阔，下一步藤泽鹏宅就要考虑如何限制中央这个大模样的发展。那么藤泽鹏宅选择这个尖冲，也是根据大飞手脚这个特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，大飞手脚这个位置比小飞手脚要好。如果开始是小飞手脚的话，黑棋这个尖冲就成了绝好点。实战黑棋从这个地方尖冲了一个，白棋挡住，黑棋顶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搬，白棋一立，黑棋一跳，白棋飞的时候，黑棋拆二，黑棋在上方正线，白棋再飞，黑棋还需要补棋，跳了一个。那么下一步，白棋一立，白棋这个立不是单纯的要围住这个时空，还要威胁黑棋这个角，因为下一步白棋可以脱角，黑棋打吃的时候，白棋从这个地方一拐，局部黑棋做不出两只眼。于是黑棋小尖了一步，吴清源再飞，非常有气势，继续扩张中央白棋这个模样。下一步，藤泽鹏宅打入，也是想进攻这两个白棋，先护住脚上这个实地。普通思路，白棋从上方压住黑棋，黑棋退，白棋挡住，黑棋二路一飞，白棋呢跳起来，上方的黑棋需要补棋，这是白棋再在中央围一手，这也是白棋不错的局面。但是呢，考虑到毕竟黑棋在这一带的实地非常扎实，而且呢，将来在这些地方白棋还有一定的缺陷，那么实战吴清源就没有选择这个压，而是走了这个小尖。那么白棋走这个小尖，这里走后了以后，白棋还是要威胁上方的黑棋，黑棋先挡住，下一招棋白棋靠了上去。很显然，白棋不单要在上方成控，而且呢还要限制黑棋这个角的扩张。那么对待白棋这个靠，黑棋也不能常规的搬或者是顶，白棋都要退回去，上方白棋这个实控非常扎实。于是黑棋藤泽鹏宅继续反击，夹住这个白棋，白棋顶，那么白棋就把目光转向了黑棋这个角，黑棋挡住，白棋一立，黑棋一虎，那么下招棋白棋二路一拐，这一招棋是吴清源比较后悔的一招棋，这是白棋应该是走这个小尖，这里白棋的联络比较完整。那么白棋走了这个拐，实战黑棋打吃这个白棋，这一带黑棋的棋形啊就变得非常的厚实。如果白棋不做这两招棋的交换，将来白棋在这个地方
有压的手段。黑棋打吃的时候，白棋还要从这个地方反打黑棋，那么这一带白的联络比较厚实。施战白棋二路拐，黑棋打吃。那么下招棋，白棋尖冲了一个。白棋这个尖冲比中央这个围还要积极，就是要把黑棋压制在低路，最大限度的扩张了中央白棋这个模样。黑棋没有马上硬，先搬了一个。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。将来黑棋有反打，白棋这个角还不活，白棋必须要补棋。那么下一步，黑棋他是不肯三路挡住，他是要往上贴。紧接着，白棋长了一个。那么这一招棋是吴清源的一步问题手，就是白棋应该是清零的跳。白棋跳在这儿，可以更有效的保护中央这个大模样。黑棋如果挖的话，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呢再补住这一带的断点，这是常见的定型方式。实战白棋先长了一个，黑棋继续往上贴，因为白棋长到以后，两个白棋棋形比较重，这是白棋就不肯再跳，被黑棋挖断的话，这两个白棋不愿意被黑棋吃住，白棋只能往上长，黑棋贴，白棋再长，下一步黑棋这个飞是一个绝好点，紧接着黑棋要飞在这儿，把上方的白棋全部吃住，黑棋这一带的实地非常大，白棋需要补棋，小尖了一个，然后黑棋中央小尖。这是全盘的要点。第一，破坏白棋中央这个模样。第二，将来还要反击四个白棋。因为这一招棋的失误，这个时候黑棋占据着局面的领先。下一步，白棋也不肯这样单纯的飞。黑棋顺势一跳，就进入到白棋左边这个模样当中。于是吴清源在角上先点，问黑棋应手，争取在下方做活。黑棋走的也非常强硬，直接挡住。然后呢，白棋跳了一个，在外围找一些借用，下一步要出动这个子。实战黑棋顶住白棋。那么这一招棋，黑棋有一点发力过猛，这时候黑棋就是应该粘住，脚上的黑棋一点毛病都没有。那么黑棋顶在这儿，正好被白棋接力，白棋往上长了一个。那么白棋长出去以后，关键是黑棋在下方脱不了身，黑棋还要补棋。如果不补的话，假如黑棋跳在这儿，那么白棋往下一立，边上的黑棋和脚上的黑棋下一步都要面临着白棋的搜刮。那么在这个角上，将来白棋有挡，黑棋立的时候，白棋还有挤，黑棋还有补住断点，白棋呢再一断，将来呢白棋有扳，在这个地方外围有收棋。白棋可以借助黑棋气紧的这种特点来整形。那么在边上，白棋这个地方还有扳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白棋从这个地方紧气还是先手，下方的黑棋还有遭到白棋的搜刮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黑棋还要虎，白棋乘胜追击，还有扳一下。下一步，白棋一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再一粘，两边的黑棋还是要面临着搜刮。黑棋只有补棋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白棋就先手
达到了整形的目的。然后呢，白棋腾出手来，走了这个一路半。首先，这是一个双线的大关子；第二呢，他要威胁这一带的黑棋。这时候黑棋没有心情去搬下去，白白的被白棋便宜。于是呢，藤泽鹏宅先从这里靠了一个，白棋挡住，黑棋一并，白棋粘住，在这个地方，黑棋给白棋制造一个断点，然后呢，黑棋再搬下去，白棋连接以后，黑棋非常强硬的从这个地方断掉了白棋，看上去。这四个白棋也非常危险。那么吴清源先断了一个，看一看黑棋在这个地方如何应。实战黑棋走了一个小尖，这招棋也容易理解，就是要进攻这四个白棋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是藤泽鹏宅的一部分棋手。藤泽鹏宅在这个地方想的太多。这时候黑棋就是简单的一打吃，白棋长或者吃掉的时候，黑棋再一立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几吃，黑棋活棋不成问题。实战黑棋小尖在这，那么下一步，白棋也没有贪心打吃这两个黑棋，因为黑棋一冲。白棋挡住，黑棋一连接，白棋在这个地方还有缺点，白棋还要补棋。黑棋当然不是把这两个子给救回来，而是那一立吃住四个白棋。那么白棋吃住这两个黑棋，收获并不大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吴清源是直接提掉了这个黑棋，因为白棋提掉这个黑棋以后。下一步，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计，要门吃这两个黑棋。那么黑棋在这个地方打吃也没有用，白棋粘住以后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坝。那么黑棋呢，大致要连接，这时候白棋就从这个地方虎断这个黑棋。所以说实战。黑棋从这个地方虎了一个，避免白棋虎断黑棋。这时候黑棋也不肯从这一团收白棋的气，因为吃不住四个白棋。因为白棋在这一带有一个悠跳，黑棋如果挡住的话，白棋轻松的一路跳回去。如果黑棋冲，白棋挡。黑棋挡住白棋的时候，白棋在这一带一个小尖，白棋可以和脚上的白棋取得联络。所以实战黑棋虎在这儿，白棋还不是打吃这个黑棋，而是呢追求更高的效率，打吃这个黑棋。黑棋不敢接，白棋还要往上长，黑棋。粘住以后，白棋要从这个地方拐断黑棋。黑棋挡住的话，白棋打吃就分断了黑棋。在这个地方，黑棋下得非常难受，只有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。白棋踢掉，黑棋再打吃。下一步看上去，白棋从这个地方断掉黑棋，就已经非常完美。但是吴清源没有断，从这个地方打吃黑棋，这时候黑棋已经不敢往外长，踢掉白棋，白棋呢踢掉黑棋，黑棋再踢掉白棋。那么上方的黑棋虽然活棋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被白棋踢了一朵花，对黑棋这个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下一步，白棋还要飞一个，这也是棋形的要点。紧接着就产生这个棋，面临着被
被白棋分断。于是黑棋就先压了一个，白棋一夹，黑棋一虎，白棋打吃，黑棋踢掉，白棋先从这里立了一个，紧接着又要从这个地方拐断黑棋，黑棋贴起来，白棋往下一虎，这时候黑棋就没有心情再从这里虎住白棋，因为白棋这个长还是先手，黑棋如果粘住，白棋再从这个地方封锁左边的实地，黑棋形势不乐观。于是藤泽鹏宅继续反击，从这个地方虎了出来，要威胁四个白棋。白棋并没有马上连接，跳下去。白棋这个跳非常有力，这一代的黑棋还没有活，上方的黑棋也有一定的毛病。那么黑棋也搬了一个，威胁四个白棋。白棋先跳，黑棋为了补住这个断点，飞了一个。同时，下一步要在这个地方强调冲断白棋。白棋先拐，白棋拐住以后，将来呢，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断吃，黑棋当然不肯补在里面，二路小飞，要把黑棋全部都连在一起。白棋跳了一个，如果黑棋挡住的话，那白棋大致会在这一带为一手。尽管黑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冲，但是呢，白棋一小尖，这一带白的联络没有问题。于是在这个地方，藤泽鹏宅拐了一个，要分断白棋。普通白棋粘住，这是最稳健的下法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仅仅是一个单关连接。当然，白棋粘在这儿，白棋形势不错。但是呢，吴清源还要追求棋形完美的最高境界。二路一半，继续强调下一步在这个地方断掉黑棋。那么黑棋为了不断，先断。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白棋踢掉，黑棋二路爬，要分断脚上的白棋。白棋一点，黑棋团住，白棋一拐，白棋要活到脚上去。那么这时候黑棋已经不满足从这个地方封锁白棋，因为白棋这个粘是先手，黑棋还要补断，白棋呢从这个地方再一粘，白棋可以活棋。那么黑棋之所以没有拐，也是将来瞄着黑棋得有点的一些味道。于是黑棋先保留，从这个地方往外冲。那么作为白棋来讲，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小尖把白棋全部都连在一起，非常厚实。至于这个角，当黑棋点进去的时候还是一个挡截活，白棋照样非常有力。但是吴清源继续追究黑棋这一类的缺陷，二路一跳，黑棋如果粘住的话，白棋再走这个小尖，将来白棋连接下方眼位非常的充足。于是黑棋先从这个地方断掉白棋，白棋先打吃，黑棋必须要补这个断点，黑棋粘住，然后白棋提掉这个黑棋。如果黑棋吃住白棋这个角，白棋就从这个地方连回去，将来在这个角上啊，还是残留着白棋反打的这些味道。于是黑棋并没有马上来杀角，从这个地方贴出去，要整体威胁这一带的白棋。白棋一路度过，黑棋打吃的时候，白棋
从这个地方和黑棋开局。白棋要通过这个劫，彻底的破坏黑棋这个角。黑棋先提劫，白棋压了一个，现成了劫材。黑棋从这个地方一拐，白棋踢掉，黑棋一路立，这也是要点，让角上的白棋暂时不活。那么黑棋立到以后，白棋也没有马上粘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劫，于是呢，白棋断上去，制造劫材。黑棋先立，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。那么下一招棋，白棋从这个地方断了一个。这招棋看上去有点莫名其妙，好像是白白的浪费了一个劫材。但是呢，白棋这个断是吴清源非常机敏的地方，也是人工智能的一选。如果白棋不断在这儿，把它作为劫材的话，将来如果黑棋提掉这个白棋，需要白棋找劫，白棋断在这里的时候，黑棋不是打吃，而是呢从这个地方打吃两个白棋。白棋如果粘住的话，黑棋一扑，白棋一提，黑棋再一打吃，白棋皆不归。所以说，吴清源趁着黑棋还没有踢掉这个子的时候，白棋断了上去。这时候黑棋是不敢来打吃白棋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只有一口气，不敢走这个扑。黑棋只能打吃这个白棋。这个时候白棋就粘住了这个子，然后呢，专心的和黑棋开这个劫。黑棋提劫，白棋一路打吃是劫材，黑棋提掉，白棋提劫，黑棋扑一个，白棋提掉，黑棋提劫。下周期白棋从这个地方挤了一个，那么白棋挤在这也紧住了两个黑棋的气，下一步白棋挡在这要吃住两个黑棋。这种黑棋不能在这一带消解，本身黑棋自身还没有活，黑棋呢就打吃这两个白棋。这是白棋不能粘，黑棋还是有扑，于是白棋就从这里挤了一个，黑棋打吃一下，白棋粘住，下一步黑棋必须要吃住两个白棋。因为在被白棋粘住的话，黑棋扑，白棋踢掉，白棋可以吃住这两个黑棋。实战黑棋踢掉两个白棋，那么黑棋踢掉两个白棋以后，下一步还要吃住四个白棋。白棋也没有在这一带补棋，先打吃，加强这一带的白棋。黑棋也没有选择粘住这个子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。在被白棋吃住这两个黑棋以后，全局白棋非常厚，黑棋看不到希望。于是藤泽鹏宅先断了一个，也是为将来在这个地方和白棋开劫，黑棋先断，要把这个劫给做大。白棋先从这个地方打吃了一个，然后呢，黑棋一挖，在这个地方和白棋制造一个打劫。那么制造打劫的目的，要在这个地方呢威胁下方的白棋。白棋先提劫，黑棋再一立，这是劫材，白棋挡住。下周期黑棋提劫，那么黑棋提劫以后，这时候白棋也没有在外围寻找劫材，也没有合适的劫材，那么吴清源就提掉了这个子，很巧妙的制造一个连环劫，通过这个连环劫来应对黑棋这个顽强的开劫。那么黑棋呢，先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就贴了出来。
黑棋贴出来的目的也是要和白棋做最后的拼搏，威胁这一带的白棋。白棋不动声色，先吃住两个黑棋。黑棋先提劫，白棋提到这个子，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，白棋往外滚，黑棋这两个子不能死，拐出去，白棋先把这个劫踢掉，要把这一带的白棋先救回来。那么黑棋贴了一个，开始威胁这一带的白棋，白棋往上拐，黑棋打吃。这个时候吴庆元准备弃掉这几个子，把这个劫给消掉，那么白棋继续保持着局面的优势。当然黑棋已经不满足紧紧的吃住这五个白棋，往外拐，要全杀这一带的白棋。白棋往外长，黑棋先提掉，白棋再一拐，黑棋提掉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往外虎，白棋还要拐一个，黑棋呢扳住白棋头，白棋个拐给黑棋制造一个断点，然后呢白棋提掉两个黑棋，黑棋往上贴了一个，要封锁下方的白棋。这时候局面已经非常明朗，只要下方的白棋不死，这盘棋黑棋就没有取胜的希望。于是吴庆元先跳威胁这个断点，黑棋只有粘住，白棋打吃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提掉两个黑棋，在这个地方先保证一只针眼。那么下周棋黑棋一跳，白棋又从这里刺了一个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呢再把三个子打跳回去。那么至此黑棋就失去了取胜的希望，因为这一带的白棋黑棋没有办法杀掉，在这一带白棋有出头，在这个地方呢白棋这个戟还是先手，能保证这一带的眼位。那么走到这里的时候，白棋已经胜势在握。那么这盘棋呢，最终吴庆元中盘战胜了藤泽鹏展。